我们开上课啊，接着上节课的内容。这上节课的话呢，我们介绍了呕吐的概念、病因、病机、症和特征。那基本病机的话呢，在于胃气上逆啊，胃是合将，胃气上逆主要的原因是外邪侵犯啊，邪气侵犯，或者是本身脏腑正气不足，导致功能失常啊，功能失常。啊，上节课呢讲到关于呕吐这个病症它的诊断，诊断的话呢，在古代的中医诊断主要根据的是主症特点，伴随症状、诱发因素和相关病史这三个方面啊，这三个方面。主症一般来讲能够提示你的诊断啊。在肯定一个疾病的时候，你要对相关的或者相类似表现的其他的疾病进行鉴别。第一个就是呕吐需要跟反胃进行鉴别。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些俗语都会讲人有点反胃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反胃和这个人有点反胃和那个反胃的话呢，这个病症来讲呢它是不同的，对于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是有差异的。但是我们的口头术语上，哎，人有点反胃怎么样，恶心想吐，是不是啊？恶心想吐，甚至有的人的话会怎么样啊，会有呕吐，是吧？所以反胃它事实上和呕吐来讲，它的共同的表现都是呕吐，而它有病机也是相类似的，胃失和降，病胃也在胃，所以呕吐和反胃它有很多相似之处啊，很多相似之处。但是呢，呕吐是呕吐病症，而反胃的话呢是另外一种病症，他们的特点呢具体表现还是有差异。差异的话呢主要是呕吐来讲啊，主要是呕吐来讲，他呕吐的是刚进食的食入即吐，或者是食入不久以后发生的这种呕吐，甚至有些人的话呢是什么呢，呕吐的是清水痰涎，就是呕吐的内容物差别比较大，是不是？但是反胃的话呢，它的呕吐物是属于不消化的素食，那不消化的素食，那么呕吐的特点呢就叫朝食暮吐，暮食朝吐，那么朝食暮吐就是早晨吃的晚上吐出来，是不是？晚上吃的呢第二天早晨吐出来，叫朝食暮吐，暮食朝吐。也就是说它吐出来之后的话呢还是不消化的，那么那么久的话胃是应该怎么样，应该腐蚀了水谷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反而不能够腐蚀水谷，对不对？所以呕吐的是素食不化，没有消化完整的，没有消化完全的这种素食啊，这是它的特点。呕吐物呕吐的特点是不是它是有时间线的，呕吐物是素食不化啊，呕吐物是素食不化。那么呕吐的症状呢在进食之后会加重，那么反过来讲呢，呕吐之后是不是会缓解呀？好，症状在呕吐之后感觉到舒畅啊，感觉到舒畅。呕吐量呢当然大小不等，是不是？就看他胃的内容物有多少，是不是啊？胃的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，素食的话也是要看他呕吐量，但是一般来讲他进食的东西多少他就吐出多少来。
这个状况跟呕吐不一样的啊，呕吐物不是素食，是不是？不是素食，呕吐量的话呢变化更大，呕吐的内容物也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呕吐的内容物也是不一样。还有一个特点啊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病机来讲啊，病机来讲，那作为呕吐来讲呢，病机会是虽然讲胃是合降，但是它导致的这种因素有邪气和正气亏虚，而反胃的话呢就是属于脾胃虚寒，就属于脾胃虚寒，跟它有关系啊，跟它有关系，是胃中无火，幽门不化啊，幽门不化，这是它的特点，就抓住它的主症特点啊，主症特点，木是招，招是木土，呕吐物的特点，苏食不化，是不是？症状表现的话呢，进食加重，而呕吐完了之后呢，症状能够缓解，啊，症状能够缓解，啊，它的特点，啊，病机特点会不一样，有相同的病机，有不同的病机，啊，有不同的病机。第二个呢，呕吐要跟夜嗝区别，为什么？夜嗝，夜和嗝，下节课呢我们会讲到，就是他们两个方面的话呢，他们这两个疾病有共同的表现，呕吐，啊，有共同的表现呕吐，啊，那么不同的特点呢，我们先可以说一下，啊，先可以说一下，它的特点是食不入而吐，呕吐是食入即吐，是不是？啊，食入即吐，能够到达胃。而逆嗝呢，夜嗝的话呢，它达不到，到不了胃，啊，不能下胃，它发生呕吐，所以呕吐的话比这个夜嗝的话呢，啊，要怎么样啊？它的这种发生的话，有一个过程，啊，有一个过程要长一点，啊，长一点，而且的话，它还有一个特点噎，那么这个噎就不是呕吐的特点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什么是噎啊？什么是呕吐？那么在下节课讲噎嗝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详细讲到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啊，在这里头的话呢，花费更多的时间。关于辅助检查，呕吐的话呢，它事实上是一个症状，那么全身各个系统的病变都会引起，这里头你就需要去考虑了。啊，去考虑了。那么最常见的当然是消化系的，啊，消化系的，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脾胃系，是不是？那么消化系的你就按照消化道啊那一系列检查来进行。那么事实上的话呢，泌尿系，是不是？泌尿系，肝胆宣那个，心脏啊，心血管系统，还有呢神经系统，它都会导致呕吐。特别是神经系统，它出现的这种呕吐是比较多的。那么这种呕吐的话，那有些时候就会说到呕吐如喷，是不是？呕吐如喷。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，是经常发生的反复发作的这种顽固性的这种呕吐，也是神经系统的，很少见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，发生在几十年之前，啊，当时的医疗设备比较差，没有 CT， 没有磁共振，是吧？没有 CT， 没有磁共振，有一个病人反复发生呕吐，反复发生呕吐，啊，从消化内科住院，住到肝胆外科，住到一般的普通外科，到了最后的话呢？外科拿的没办法，怎么样啊？你这个呕吐的话不是在胃吗？是不是把你的胃给割了，是不是？他还吐吗？割了照样吐。外科内科大家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擦完了没有什么，是不是？外科讲我的胃都拿来割了，也不是我们的，那就怎么办呢？既然是个疑难病例，那就全院大大讨论吧，会诊吧，
到了最后呢都说了哪个疾病哪个疾病，到了最后的话各个科都拿出不是我们的，最后的话呢那都不是你们的，那谁的？神经科的吧，神经科医生说说话，那既然都不是你们的那就是我们的了。是什么呢？神经科就在说，然后根据病人的情况仔细的去查，那就是他们的。怎么样呢？最后的话做一个气脑造影，当时的话那种一种检查方式，小脑的肿瘤啊，小脑的肿瘤出现的这种问题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啊，真实的病例。那呕吐的话呢它会涉及很多问题啊，很多问题。那么当然也有全部查下来都没有的，水管啊，如果说在综合性医院那就是精神科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精神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关于呕吐这个症状有些是很烦啊，很烦，医生拿着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吃药，药吃不进去，你想药吃不进去你这个病是好还是不好那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检查的话呢是断药多一些啊，是断药多一些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药物啊，药物还有现代的一些治疗啊，治疗的话呢最厉害的那个呕吐都可以预见的，就是放疗或者化疗，特别是化疗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化疗啊，当然化疗的话呢现在的话有一个强有力的止吐药，但是都不行啊，有些病人控制不住，是不是？叫格拉斯琼啊，这些是强力的对于化疗过程当中引起的这个呕吐的副反应啊，但是来说的话呢只能缓解病人的大部分症状，但是只要还有一点点症状病人会怎么样？很难受，是不是？他在不管你，哎，比刚才要好一点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仔细给他说他都很难受，你这样一吐他就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很紧张。为什么呢？那中国人有一个话经常是这样说的，能吃吗？能吃啊，那就没事，能吃的病怎么样啊？再重都还有八成，是不是啊？再重都还有八成，所以能吃就没问题，是不是？会好得起来的。这个一吐怎么样啊？吃进去的东西都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消化不到，接受不了，所以病人会很郁闷啊，会很紧张，这点要注意一下啊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女娃子啊，女性就要注意一下啊，女性要注意一下早孕反应啊，早孕反应。你不要讲啊，特别是现在哈、啊、特别是现在这种现象是存在的，是社会现象，我们也没必要回避。一问结婚没有啊？没有。好，没有你就不考虑了啊，经常有这种事。结婚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的话你就不考虑了，是不是？事实上的话呢就有这些问题啊，就有这些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怀孕的这种反应这是一个，呕吐这还倒没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以后我们会讲到一个疾病，会讲到一个疾病，这有些时刻就很麻烦啊，有些时刻很麻烦，隐患就在里面啊，隐患就在里面，都在于你能够避免多少麻烦，而在于你能够预见多少灾难性的后果啊，灾难性的后果。什么叫灾难性后果啊？对病人来讲总还是一个生命啊，我们来讲呢是要第一个要保证病人的健康，再一个要防止最恶劣的事件发生，怎么样？生命的消亡啊，生命的消亡。下面呢我们来讲关于呕吐的辩证论治。呕吐的辩证论治首先第一个就是辩证要点，辩证要点的话首先你要辨别的就是虚实，它不是有邪气侵犯吗？是不是？邪气侵犯有外邪也有病理产物所导致的，对不对啊？病理产物所导致的，那么也有正气亏虚啊，也有正气亏虚，脏腑功能不足而导致的啊。在这里头的话呢你就要看什么是跟邪气有关的。邪气的话呢有邪气是什么？是实证，对不对？
有邪气是实证，那么这个邪气是什么呢？不爱邪，眼识停滞，还有情志所伤这一类。他们的发病特点比较急，病程短，呕吐量多，呕吐物酸臭啊，都有酸臭啊。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呢，如果呕吐物是浊痰涎沫这样一些内容的话，怎么样考虑的是痰浊中阻啊，痰浊中阻。那么它跟外邪有关系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伴有表证啊？伴随有表证。那么实证的话，它的脉怎么样？脉是有力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脉实而有力，这就是它的特点啊，实证。那么虚证的话呢，是因为脾胃虚寒，胃阴不足所引起，所以它既然是正气亏虚，人的话呢，它的机体的一个恢复能力啊，是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的。因此在这里的它的这种正气损伤，在开始的时候怎么样，有可能症状不明显，或者症状没有发生，那么时间长了也才表现出来，因此它起病比较缓慢，病程比较长，呕吐物不多，呕吐无力，呕吐物的话呢，酸臭味也不明显啊。那么气虚或者阳虚的话呢，呕吐的是清水痰涎，是不是量比较少？而阴虚的话呢，常常表现出来的是干呕啊，常常表现的是干呕啊。关于正气不足的话呢，它的呕吐的话怎么样？一般来讲，是不是反复发作的啊？它有反复发作的特点，那伴随着正气不足的真相，正气不足就有精神萎靡、战怠乏力、脉弱无力啊。一个是脉实有力，一个是脉弱无力，这是脉象的特点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是要根据呕吐物来辨别它的寒热或者是其他的病因啊，或者相关的一些病因。就是呕吐物有些时候能够直接反映病因啊，能够反映寒热虚实，也能反映病变的脏腑在哪里。在这里头的话呢，比如说酸腐量多，气味难闻，这食积化热就是食积所导致啊，眼食积滞，病因跟怎么样眼食不洁有关系，是不是？病位的话呢，就是说病变的脏腑在哪里啊？在胃，是不是啊？病变的脏腑主要在胃，它属于实证还是虚证啊？实证。属于寒证还是热证呀？热证，对不对？它都跟你说清楚了啊。那么吐的是黄水、苦水，因为呢什么呢，苦胆水都吐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黄水、苦水的话呢，这大多数情况之下属于胆热犯胃，所以病变主要的脏腑是从胆影响到胃。热症、实症，是不是？热症、实症。吐酸水、绿水的话呢，肝热犯胃，所以黄绿苦水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叫黄绿苦水，是吧？哎，那个苦水的话有些是带有点酸味，所以来讲都是什么呢？肝胆邪啊，肝胆邪热，是不是？肝胆邪热。那么肝胆的这种邪热呢，一般来讲哎，跟肝胆的湿热，还有的话呢，五志化火，气郁化火之热，是不是啊？这种热下所表现出来的侵犯啊，影响到胃。吐的是痰浊涎沫，这一般来讲跟什么有关系啊？就是跟痰饮中阻有关系，是不是啊？跟痰饮中阻有关系。法吐清水，冒的是清咳水啊，这什么？脾胃虚寒，或者是呢有虫积啊，现在比较少了，
是不是冲击比较少，原来是很多的，是不是原来是很多的。小时候我老发这个，说不定就是跟这个有关系，跟这个蛔虫有关系，是不是跟蛔虫有关系，自己现在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当时没吃的怎么样啊，抓到有吃的就那拼命的往肚子里的塞，是不是啊，拼命往肚子里塞，不管它是从泥土里挖出来的，是不是，还是从树上摘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以前吃的东西是吧，夏天的话要么就树上就摘果子吃，是不是，要么就土里的就挖什么吃的，红薯，是不是，红薯花生还有什么啊，有些时候就到土地里头去摘什么，摘瓜果，是不是，摘瓜之类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么这一类东西怎么样啊，你要是不清洗，或者是你洗的水怎么样被污染了，因为你这个是偷着吃的，是不是偷着吃的啊，偷着吃的话怎么样啊，你洗那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他偷偷的去洗，对不对，偷偷的去洗的东西，那个水源很可能被污染啊。是当时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呢，几乎来说是没有不被这个蛔虫感染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个蛔虫痛起来的时候在那里怎么在那里打滚，小时候的话呢，夏天的话怎么样啊，最喜欢就穿个那个裤子，有些人那裤子还不穿呢，是不是啊，有些人裤子不是，小时候嘛都这样，就可以看到他的痛的时候怎么样啊，就看到他的肚子上啊一滚一滚的那个蛔虫啊，肚子痛的时候一会儿这里的鼓一个包起来，哎呦好痛，是不是，待会儿那里的鼓一个包起来，他就在那里哇哇叫，你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啊，看得到那个虫在鼓包啊，这就是蛔虫，好厉害的啊，好厉害的啊。这呕吐少量的涎沫、黏沫、粘液之类的东西怎么样，这一般来讲属于干呕那一类，跟胃阴不足有关系，阴亏不足嘛，是不是，阴虚的话怎么样，没有东西，是吧，好，所以呢呕吐的话它都是干呕，咳嗽的话呢也是干咳，是不是啊，是属于干的啊，便呕吐物啊。第三个呢就是书上没有的啊，给你另外提出来的，就是咽该止呕或者是咽该吐出来，这一点要辨别，是不是，这是专门提出来的，因为这个的话呢不是见呕止呕，是不是，有些的话呢咽该让它呕出来，因此在这里头的话呢，呕吐的话一般来说是一个邪气影响到胃腑功能，或者的话呢是本身的脾胃功能正气不足引起来的功能失常，对不对，好，气机失常胃失喉降引起呕吐，因此的话呢一般来讲是不是应该止呕啊，对不对，这要和胃止呕，是不是，要针对病因和胃止呕，不能让它再吐了，对不对，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的话呢，它确实一种饱腹性反应，而要让它吐干净，这类东西的话呢，比如说里头有食积、有痰饮、有痈脓，这些东西的话怎么样，应该让它吐，是不是，吐干净了怎么样，好了，是不是，连病都好了，因此在这里头有食积、有痰饮、有痈脓的时刻，应该让它吐，而不应该让它怎么样使用止呕的方法，是不是，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误食毒物，是不是，误食毒物啊，以前的话呢啊，我们讲误食毒物的话最多的是什么，蘑菇，是不是啊，蘑菇，为什么，总想改善伙食，是不是，那个时候的话那吃就是真正的民以食为天，那个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食品食物毕竟比较差，物资比较匮乏，这一段时间的话呢，那当然他就必须要注意一下，有些东西出现问题，是不是，好，有些东西出现问题，那么这一类的话呢是什么，应该解毒，是不是，
啊，应该解毒，而且的话呢，也应该的话，尽可能的是吃进的东西怎么样，吐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吐出来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有毒的东西，第一个要解毒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也不应该吃，是不是？如果是药物不当引起来的呢？比如说现在的西药引起来的怎么样？你就要注意一下，要考虑是不是考虑停药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如果不能停药，该怎么样？该就要合用止呕药，是不是？合用止呕药，比如说最容易引起呕吐的是什么？化疗药物，是不是？化疗药物的话，你能随便填吗？用上去以后，我们都会讲，哎，你能不能坚持一下？就几天，一个疗程就几天，是不是？啊，坚持一下，完了之后的话呢，这个疗程完了之后的话呢，你这个东西才好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呕吐来讲，它再厉害，也就是很短的几天时间，这个是可以预见的，因为你用药就只有那么长几天，是不是？你一个常规的一个化疗方呢，就是几天时间，是不是？这样几天来了以后的话呢，怎么样？提高你的生存率啊，对不对？提高生存率的话，你想，哎呀，我忍不了了，我宁愿死了。但是的话呢，一般的话，我们还是尽量的让他去怎么样啊，忍受，是不是？然后使用相应的对症药物处理这种疾病，处理这种病症，是吧？处理这种并发的啊，这种症和特点。因此的话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应该吐，还是应该止呕，是有一个判断的啊，要看它的原因是什么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是什么呢？口下于镜下，因为呕吐是胃气上逆，是不是？胃气上逆的话呢，我们一般来讲，要驱除病因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和胃降逆，是不是？和胃降逆，如果说它是一个饱腹性反应，应该怎么样？咽拭利导，让它吐完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，如果说它是因为底下水底下不通而浊气上放，引起胃气上逆呢，该怎么样？所以该通下，是不是？因此的话呢，也是要看它具体的原因是什么。有些是可以用下法的，什么下法呢？是胃肠实热，大便闭结，腑气不通所导致的浊气上逆，胃气上逆作呕这一类，它就能够通气变，通气变，浊气逆，使浊气下降，不止呕。而呕吐自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它的特点啊，这是它的特点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比如讲这《珍贵要略》当中的话，它有好几个这样的案例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几个专门的这样一个说法，叫食以疾除者，大黄甘草丹主之，是不是？要用下法，好，要用下法啊。当然不能下的话呢，是什么？呕吐的话，你一下了以后会怎么样啊？会损伤脾胃，是不是？啊，会损伤脾胃。因此的话呢，在这里头您辨别的是口下和不口下啊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治疗，因为它是胃湿喉降，胃气上逆，那么它的治疗你想到了吧？是不是咽个喉胃降逆？是不是胃湿喉降？那你咽个喉胃吧，对不对？它湿了喉降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应该怎么样啊，把它取回来，怎么样？您就让它喉胃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是胃气上逆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治疗应该降逆啊？所以它的治疗原则叫做和胃降逆，所根据的这种依据是基本病机，叫胃湿喉降，胃气上逆。实证应该驱邪，它是有邪，是不是？虚证的话呢，应该扶正。很多时候的话呢，是不是虚实夹杂呀？虚实夹杂该怎么样？扶正和驱邪兼顾，是不是？关键就在这个兼顾，说很好说。那么这个兼顾的话呢，那就存在着一个驱邪的力量，一个扶正的力量。到底是二五分，一半驱邪，一半扶正，
还是三七分，哪个三哪个七又有一个考虑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，留给我们仔细去判断的这个事情还多着，对不对？事情还多着啊，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呢，就是你要留心啊，要留心，就是你如何去判断他此时该怎么做啊，此时该怎么做。下面讲分证论证，分证论证首先讲实证，实证的话呢跟邪气有关系，邪气首先见于的是外邪范围啊，首先见到的是外邪范围，外邪范围这是呕吐，有邪气是实证呕吐吧，是不是？那么实证呕吐的表现，刚才讲辩证论辩证要点的时刻，首先要分别的就是实证和虚证，是不是？那么实证和虚证，它实证呕吐的特点什么？起便急，便程短，呕吐量比较多，呕吐物有点酸臭，脉实有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吗？这几大特点是吧？那要记住哈，要记住这个呀，恰好是你的模具，知道吧？这种模的话呢是什么？四川话叫什么呢？比着那个哭哭去买鸡蛋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拿哭哭去套这个，是不是？去套鸡蛋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它是属于哪一个？你记住，实证特点就是有这么几点，它一合来一看啊，这几点都在，怎么样？有实证在里头，是不是？这实证肯定能够判断吧？就这么几点，这几个特点是不是能够判断有邪气、有实证的特点在里头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您这样一套还多了一两个不能够解释的东西，你一看，为什么呀？病人的话呢，还有一些时候有怎么样啊？神疲乏力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或者平素之间你就知道这个人平素之间怎么样，体质是比较弱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什么？有邪气又有正气亏虚，这是什么？虚实夹杂。你试试两个东西一比，不是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我们要对很多个模具都要搞清楚，就拿模具去套，是不是？那当我们脑袋里头有这种模具概念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就随时的话去比对，一比对的话呢，是这个模具，你一看啊，是这个模具，这个模具是什么样的呀？比如说哮病反复发作，是不是喉中哮鸣，是不是呼吸气促困难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时候这三大特点一看，哎，比得上，就是它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疾病的话呢，您就肯清楚了。辨证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辨证也是一样的。要点首先来讲，您讲这来的话，病人告诉你这些，一来的话，医生我就有这些问题，是不是？我昨天才开始的，怎么样？发生的这个呕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前天都好好的，昨天这怎么样弄的，对吧？好，昨天起来了，我今天你看，我一大早就来挂你的号来看病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起病很急吧？发生很突然吧？是不是？那你一问，吐了多少啊？哦，我昨天吃进去的那话全部吐出来了，然后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完了之后的话呢？你就问他跟什么有关系，你想昨天的话呢怎么了，下了雨，下了一场雨以后怎么样啊？他要是外面一劳累一受凉，完了之后再吃一点东西会怎么样？很有可能受寒以后发生呕吐，对不对？好，很有可能这种情况。所以您在这里头的话呢，病人跟你一说，您大概能够把相关的东西给收拾啊，收集以后，你就讲这是一个实证。完了之后的话呢，他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哎，肚子胃不舒服。现在告诉你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背上还有一股一股的寒意，是不是啊？背上还有点发冷，这是什么？恶寒的表现，是不是？有一份恶寒，便有一份表征，是不是？便有一份表征。哎，病人不需要说什么，哎，你看头痛不痛啊？发不发烧啊？都不恶寒啊？没必要问，你就问他还有什么不舒服，有什么不舒服他就一点一点跟你说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点一点跟你说，说完了之后，哦，这些什么有一份恶寒，有个表证，昨天的话呢有点冷，下了点雨，他突然发生的，是不是？什么事都不好，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他昨天去办什么事的，在外面吃东西的话怎么样，就很难说能保证热乎，是不是？
啊，能保证热乎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是呕吐，是不是？它没有其他的，不论没有腹泻，没有胃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个外邪犯胃的话，病人一来啊，要问清楚这些东西。那么在这里的话呢，病人有发热恶寒，恶寒的话，恶寒和发热往往在同时出现，往往都在经常在一起，但是它发生的时间是不是一起啊？不一样，是吧？病人的话呢，一般来说，如果说外感的话，肯定是先恶寒，是吧？啊，恶寒发热，恶寒发热，恶寒在前，那是肯定是在前的。哪怕是时间长短，如果是受寒的话，那么恶寒时间会很长。如果说是跟风热有关系呢，他可能就有一会儿老觉得好像不舒服，一会儿怎么样就发热了，是不是啊？这种身上有点不舒服而已，对不对？而是不是自己都还没有描述清楚的时候，怎么样他就觉得在发热了啊，觉得在发热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上，恶寒的多少能够注意到寒邪的轻重啊，寒邪的这种轻重。恶寒发热，恶寒发热，恶寒肯定在前，那种恶寒的那种感觉，他会觉得冷，是不是觉得冷？而且呢，表证的恶寒有一个什么特点？得一被怎么样？不解，是不是啊？得一被不解，那么他缩成一团，然后把被子给裹着，怎么样？他觉得还是冷，是不是？怎么还暖和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这样的话呢，裹着被子裹起来，他觉得还暖和不过来，这就是什么？寒邪素表啊，寒邪素表。什么叫得衣被不减？他就是盖着被子还讲，哎呀，怎么还暖和不过来，是不是？那么冷的打抖叫什么？寒胀了，是不是？寒胀啊啊，头身疼痛，头身疼痛呢，事实上就是头痛身痛。身痛的话包括什么？关节，四肢关节，它都肌肉都会出现疼痛感觉，一身不舒服，酸楚，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名字叫做身体酸楚？是不是？这种酸楚也是一种不舒服的，比疼痛呢又要轻一点点的，它代表的是同样的意义，是什么？寒邪素表。精气不利啊，精气不利，这是它的特点啊。这是外邪犯胃，它就有邪气外迁引起的胃分之症，舌苔白腻，脉如缓，治疗疏泄解表，化浊和中。一般来讲呢，就是您这种寒风寒之邪也好，能够引起呕吐的这种邪气，一般来说都加有浊邪啊，都加有浊邪。那么浊邪的话呢，都跟食有关，因此呢叫化浊和中，代表方藿香正气散。藿香正气散大家记得这个方吗？背得出来吗？应该背得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得满分呢？我就不好说了。藿香正气散最容易写掉的一味药是什么吗？最容易写掉的，考试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把藿香给写掉，是不是？啊，会把藿香给写掉。藿香正气散现在简单了，有什么？藿香正气水，是不是？藿香正气液，藿香正气软胶囊，是不是？在这里头的话，这三种不同的剂型你们用过没有啦？用过。什么效果最好啊？什么最难喝啊？水啊。藿香正气水虽然讲难喝，但是来说呢，感觉效果就是要比其他的要好，是吧？啊，感觉就是比其他效果好。好，这是外邪犯胃啊。嗯，
下课了，那就休息吧。